原标题，故宫里明明有70多口井，为何没人敢喝？原因很简单，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，就称紫禁城，位于北京中轴线中心，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精华，也是世界五大宫之首。在故宫里有70多座宫殿，房屋9000多间，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之一。紫禁城人口众多，皇上、皇后、宫女、护卫人口非常之多，有人就有水。据统计，紫禁城内有水井70多口，可是却没人敢喝里面的水。里面的水除了不喝，其他啥都干，喝水也是喝从玉泉山运来的水。这是为何呢？原因一，水不好喝。北京历来水质不好，古时候说的苦海幽州就是指的北京水量质量不好，哪怕现在依旧如此。于是皇帝们发现玉泉山的泉水很好喝，尤其是在乾隆时代亲自找人检测，发现玉泉山的水最好喝，适合泡茶和饮用，于是遂封其天下第一泉。每日清晨就有太监从西直门去玉泉山取水，所以西直门也叫水门。水回来后按照等级分配，皇帝有50多罐水，而最低级的宫女只有2罐。原因二，宫里的水没人敢喝，宫里的水牵扯太多，古代的嫔妃宫女们尔虞我诈，为了权势财富地位往往会牵扯人命，最著名的就是珍妃，慈禧把她打入井中，一年后才捞出来。而紫禁城地下水几乎都是互通的，可想而知井水有几个人敢喝。原因三，安全问题。宫里太监很多，而太监大都心里扭曲，万一投个毒，而井水又是互通的，搞不好整个宫里的人都会中毒。所以这些井水日常打扫卫生，洗了衣服浇浇花，万一着火还能就近取水，反正除了不能喝，用途非常多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